那刚，这个后，那这个 Power A，这个 Power A 后面的这个摇杆后面手握的这个握把的部分，它的材质其实有点像是一个软软的橡胶、细胶，不知道是什么的软软材质。那原厂的是就是一个塑胶硬壳的，没有任何的软软 QQ 的感觉。那这一个是有一个软软 QQ 指滑的一个材质，就看个人喜好了。我自己是觉得还不错啦。不用看个人喜好，我的。